你比我小4岁，认识在琴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数控的我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你跟我聊天开始持续一整天。不知是哪一天，你带我去看了电影，去看了我最想看的舞台剧，带我上天台俯瞰这个城市。说你喜欢我，我说我也喜欢你，这是我第一次坦然地向一个人承认我的感情。爱情最美好的样子莫过于此，我喜欢你时，你正好也喜欢我。他已来临，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神奇火焰一直烧到最后你拉黑了我，你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苏大学的孙静怡。我们现在在录制一些关于校园音乐的 MV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校园音乐 MV 的故事，就请关注我们不要音乐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，谢谢大家。